最近的新冠疫情无疑是如今最热门的新闻，而在疫情爆发的伊始，台湾当局的冷血策略着实是让不少大陆同胞心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军东部战区对台出手了。据台湾方面2月10日的对外公告，今天上午又有多架多型解放军战机从台湾岛西南海域穿越巴士海峡，一路向北，延续昨天航线再次绕台巡航。当天台湾军方也同样放出消息，解放军护航机队曾短暂越过台军中线，台军 F-16 视切应对，拦截了解放军护航机队。台军随后还公布了台湾空军 F-16 战机挂弹拦截监视我轰 6K 的照片。台湾中时电子报以台海中线多年未见的紧张局势为标题报道了此事。据报道称，刻意贴着海峡中线飞行，甚至一度越过中线，台方派遣多架台中清泉港及台南基地警戒机升空拦截，战管人员大声呼叫，你已接近我国领空，请立即离开。大陆飞行员则回应，例行训练。实际上，解放军对台海局势的突然出手并非偶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曾指出，台民进党当局近来不断发表具有两国论含义的分裂言论，摆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借机谋独，公然进行危险的挑衅，甚至是新冠肺炎的疫情也被台湾当局玩成了一张政治牌。不光是对陆封锁口罩出口，甚至台当局全面停止金厦小三通客运，大三通从2月10日至4月29日仅留4城5机场，其余全部暂停航班。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带头制造恐慌，台当局对待大陆同胞的态度着实令人寒心。有不少媒体指责，在大陆举国上下防控疫情的危难时刻，蔡当局不但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反而第一时间禁止口罩出口，然后又在武汉台胞包机返台过程中翻脸不认人。民进党当局的冷酷无情已经给大陆民心造成伤害，不仅无能而且无德。因而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在2月9日的放话也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备巡航，空中军力经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巡航飞行，并进行针对性实战科目演练。此次行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关新闻报道后，有不少网友颇为愤慨，就凭台军飞行员一句接近我国领空，解放军的空军就可以开火了，未免也太客气了。最近解放军连续绕台两天，无疑让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而被拍摄下的轰 6K 挂载空地导弹第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会有什么性能呢？最近解放军对台的突然出手无疑让不少人拍手称快，不过轰 6K 所携的到底是不是刻意针对台湾使用的空地导弹，也成为了不少人猜测的焦点。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空军透露轰 6K 已经具备防区外双杀目标的能力，一架轰 6K 可以挂载两枚 YG-63 空地导弹，可以实现一次进入双发齐射，
打击两个不同目标，从而有效提高了轰炸机攻击能力和作战效率。根据海外资料，轰 6K 主要武器是国产 KD-20 巡航导弹，这种导弹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纵深关键目标。不过实战之中还有一些相对次要目标不值得用巡航导弹攻击，所以轰 6K 也挂上了国产 KD-63 防区外攻击导弹。这一点与美国 B-52H 轰炸机相同，后者主要武器是 AGM-86B 机载巡航导弹。不过为了打击战区级目标，B-52 也挂载过 AGM-142 防区外攻击导弹，并且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中使用。从空军发布图片来看，轰 6K 挂载的 KD-63 空地导弹也进行了改进。首先，弹头透进光学窗口，变为不透明窗口，说明末制导系统已经由电视制导系统升级为红外成像末制导系统。导弹可以在昼夜全天候条件下攻击地面和海面目标，目标探测能力更好，抗干扰能力更强。还有弹体前部增加了一个白色天线罩，它可能增加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KD-63 空地导弹采用中继惯性制导，惯导最大缺点就是精度会随着距离和时间增加而下降，需要纠偏手段，所以它采用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为惯导系统纠偏，增加了导弹制导精度，也可以延伸导弹射程。 KD-63 这样类型导弹支持人载回路制导能力，就是导弹制导系统获取目标图像，可以通过数据链传递给载机，由武器控制员选择目标或者目标薄弱部位进行攻击，并且根据攻击前一瞬间图像来评估攻击效果，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次攻击，这样让导弹能够攻击重要目标或者打击薄弱部位，也可以转移打击目标，任务灵活性好。当然缺点就是导弹和载机需要有数据链进行信息交换，载机一次只能控制一枚导弹，而轰 6K 可以挂载两枚 KD-63 导弹，需要进入两次才能攻击两个目标，在实战之中很难有再次攻击机会，所以轰 6K 部队开展了双杀探索，并且获得了成功。根据相关报道，轰 6K 实现双杀也非常容易，就是让右座飞行员也参加导弹控制。当然此举实现起来也不容易，因为要建立第二条载机与导弹联合的数据链，所以我们看到轰 6K 在机腹下面增加了一个挂架，挂在导弹制导吊舱，这个吊舱就用来连接导弹和载机。而轰 6K 在机腹已经有一个整流罩，这个整流罩在前一代轰 6H 上面也能看到，这个整流罩就是数据链天线罩，用以连接导弹和载机，这样轰 6K 就拥有两条数据链，可以同时控制两枚 KD-63 空地导弹打击两个地面目标，作战效能迅速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猜测，解放军连续两天绕台，一方面是想敲打台当局，另一方面恐怕是在分析轰 6K 的实战目标了。